最新的北美周末票房，奥斯卡影后艾莉西亚·维坎德她领衔主演的新片《古墓奇兵》是以美金2350万的票房成绩来势汹汹。不过呢，仍然抵不过的是漫威电影《黑豹》2700万美元，仅排名在第二，因此呢，也造就了电影《黑豹》票房5连霸的傲人纪录。横扫2018年开春北美电影市场上的超级英雄电影《黑豹》，自上映以来一路高歌的票房，成就了北美周末票房5连霸的好成绩，让这部由漫威及迪士尼联手打造的电影与2009年上映的福斯电影《阿凡达》并驾齐驱。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北美累计6.07亿美元的票房，让《黑豹》不仅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七部票房突破6亿美元大关的电影，更成为史上最卖座的超级英雄电影。综合新闻，李宗耀、杨平俊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